是力哥买了这个原石，想要雕刻，刚好黄老板在这里，我让他看看。老板，你看一下这件能不能雕刻山流水？可以，可以雕。到时候我设计好了，再跟你谈说价钱吧。好，你根据那个，这个白肉啊什么设计山，还有那个流水的形状。哎呀，就撬这个皮嘞，这个肉不用去做它吧。好好好，就撬这个皮，你按你的经验来。我画好再跟你定价钱吧。好，我也是帮忙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今天呢，我要来给 AC 哥和 LAP 哥发货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AC 哥的货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LAP 哥的货。我去寄快递啦。
哥、LAP 哥，现在你们都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寄的通知我。如果各位哥哥姐姐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。如果看上喜欢的，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